家好，我是林姐。紧跟上期的视频，打扫完家里的卫生，现在用分药盒给我妈把药一配。你把药给你配啊。你咋没吃药了？我吃了的。这不你裤带子赔了，五六个盒饭都吃了吗？这样我都还没有吃六个。你才吃了两个盒饭，俺嘛不聊聊。你看还有这几个你都没喝呀？你这都几天了嘛？你晕的，你每次有毛病，那肯定是没吃药嘛这。嗯。我妈有很多种老年病，每天就要按时的吃药。每次回来，我就用这个分药盒把药给她分配好，方便她吃药，避免她把药吃错。干了的哈，干了的，把黄焖鸡都关了。春耕季节已经到了，最近农民都在种各种的蔬菜。我也在网上买了一包折耳根，也买了很多各种的蔬菜种子。但是天气还略微有一点冷，蔬菜种子过上几天再种。嗯，等一会给我妈把头发剪完之后，先去把折耳根种了吧。中午这会不会吃呀？是吧，爸爸？嗯。中午吃点点，点点吃了吃点点不好，应该是把点点吃了。中午嘛，这会慢慢吃了嘛。爸爸，我哪还打么？你打。我哪还九十四？你打么？他打。热水已经烧好了，现在给我妈把头发洗一下。洗了之后，等会给她剪短一点。还是春节之前剪了头发的，现在头发已经长长了，给它剪短一点。你看这头，哎，静子，不跟你，静子。给俺的新的，我叫我他们用不成。就跟他们俺你叫我去。
因为你没有最贵的血缘关系，任何一辈子谁都不容易，再苦再难别忘记。现在去地里面拔点香菜和蒜苗葱什么的，回来等一下给我妈他们做饭，今天在家给他们包的饺子拿回来，等会给他们煮点饺子。你都找我忙个下脚去了，你吃汤怎么吃粘的、啊、哎呦它都粘住了，哎呦你天天吃啊，拔菠菜的。爸爸，你吃汤汤的吗？是吃粘的？拿脚断吧。现在忙完了，赶紧把狗狗们都喂一下，这几个狗狗都是我收养的流浪狗。哎呦，房管问了吃不开，为啥要掉地上吃了呀？这个狗狗叫糖糖，这一个是楠楠，还有一个是皮皮。这几个狗狗平常跟我在县城，每次我回来的时候带到老家来，让他们跑一下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先分享到这吧，谢谢大家观看，有喜欢的朋友加个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